Department checked. EEG extraction. Check. Image transmission. Check. Thinking energy. Check. 我们为什么要说英文？因为有位嘉宾是外国人。Mia、Ada， 你们跟观众要说中文哦。当然可以。嘉宾请注意，你们要创造一个童话世界。大脑片场开启。我呢，是一个童话里的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优雅大方，是个善良的公主，她还喜欢喝下午茶 shopping。 白雪公主来自东方，她会各种武功。铁扇掌，咏春拳，降龙十八掌，米娅，妈妈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？妈妈虽然是中国人，但是我不会武功啊。可是电影里的大熊猫都会耶。好吧，那我就会武功吧。白雪公主会武功，就是为了保护地球。No， 是用来切苹果的。切水果。啊